师傅，麻烦你快一点，我改天。不走了，订单取消了。为什么取消订单？我等了你十几分钟都不出来，我怎么不能取消？快一点，关时间必须走。不走了。今天无论如何你把我送到。今天我无论如何不可能送。你不走，我不下车。下车，下车。不下车，耽误我时间，好不好？随便你让我反正不下车，必须把我送走。确定？确定。杠上了。杠上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熄火了。下车吧。喂，老板呢？嗯，我请一个假。他应该网约车自己干上了，他不送我。嗯，好好好，等吧，慢慢等吧。哎，婆娘，改价了，你可以改价了，该改价改价了啊！我那方一年半再回来不到啊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改价娃儿得归我哈。好吧，那就耗嘛。